现在已经过了四点了，你应该走了。我试完就走。试什么试啊？你干什么？你干嘛呢？你立马给我出去！走！你们干嘛抓我？走！怎么是你们啊？干嘛又抓我呀？无聊。江可乐，你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吗？我怎么了？我主动加班还要接受惩罚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们要给我打针？美白针？这是0.5克的卡迪绿，科学家花20年才提炼出一克，所以只用这么一点点就能杀人于无形。如果不老实交代的话。停了！我再去拿一只。说你和关千雅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俩从小就认识啊，小学同桌，初中同学，大学大学我没考上，但是呢我们俩依然是好闺蜜，依然住在一起。嗯，你知道我和关千雅是什么关系？嗯，死对头啊。你有没有告诉他你工作的一切？绝对没有。你有没有告诉过他有关背号死的一切？我真的没有啊。关千雅，